虎。胡桃钱。12月24号晚上，玛丽正在等着彼得叔叔。每年圣诞节前夕，叔叔都会送玛丽礼物。玛丽，这是叔叔为你准备的礼物，快打开看一下吧。哇，谢谢叔叔。是胡桃钱玩偶啊！玛丽小心翼翼地把玩偶放到了玻璃柜里。那天晚上，快入睡的玛丽被嗡嗡的声音吵醒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是一群老鼠！数不清的老鼠在地上爬来爬去。更可怕的是，指挥老鼠的老鼠女王竟然有7个脑袋。走开，你这个坏老鼠！这时候，玻璃柜里的玩偶们突然动起来了。朋友们，保护玛丽，开始战斗！摇前玩偶的指挥下，玩具士兵们砰砰开枪，砰砰开炮，咻咻挥刀。来吧，你们这群老鼠！可是胡桃前玩偶很快就被老鼠们包围了。你这个臭老鼠，不要欺负我的玩偶！玛丽拿起拖鞋扔向老鼠女王，然后就晕倒了。第二天，当玛丽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躺在房间里。玛丽说了昨晚发生的事情，但只有彼得叔叔相信她。玛丽，有个故事是讲胡桃钱玩偶的，非常有趣。什么故事？很久以前，有一只老鼠女王躲在宫殿里生活，可是因为国王放了捕鼠器，所以老鼠女王失去了7个儿子。竟敢杀了我的7个儿子，你的公主也不会安然无恙的。生气的老鼠女王诅咒公主，让公主变得很丑。苏里苏里马苏里。要想解开诅咒，就要弄开世上最硬的核桃吃下去。这时候，邻国的王子出现了。公主，我帮你解除诅咒吧。王子一咬碎核桃，公主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可是这下子，王子的脸却变丑了。公主不仅不感谢王子，还把王子赶走了。听了叔叔的故事后，玛丽相信胡桃钱玩偶曾经是一位王子。如果我是公主的话，我会和帮我解开诅咒的王子结婚的。第二天早上，玛丽的家里来了一个帅气的男孩。请问你是？我是玩偶国的王子，多亏玛丽你真心爱我，我才从魔法中解脱了。玛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从此以后，玛丽成为玩偶国的王妃，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抓到我吗？鲨鱼宝宝嘟噜嘟，鲨鱼宝宝嘟噜嘟，鲨鱼宝宝嘟噜嘟，嘟噜嘟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嘟噜嘟，鲨鱼妈妈
妈妈嘟噜嘟，嘟噜嘟鲨鱼妈妈。鲨鱼爸爸嘟噜嘟，鲨鱼爸爸嘟噜嘟，鲨鱼爸爸嘟噜嘟，嘟噜嘟鲨鱼爸爸。鲨鱼奶奶嘟噜嘟，鲨鱼奶奶嘟噜嘟，鲨鱼奶奶嘟噜嘟，嘟噜嘟鲨鱼奶奶。鲨鱼爷爷嘟噜嘟，鲨鱼爷爷嘟噜嘟，鲨鱼爷爷嘟噜嘟，嘟噜嘟鲨鱼爷爷。饼干朋友们，出动！的姜饼人嘟噜嘟噜，姜饼人嘟噜嘟，姜饼人嘟噜嘟噜，姜饼人嘟噜嘟。糖果糖果糖果啦啦啦，饼干饼干饼干啦啦啦，跳舞跳舞跳舞啦啦啦，哇，好幸福！哦哦。欢喜欢喜嘟噜嘟，开心开心嘟噜嘟，快乐快乐嘟噜嘟，圣诞快乐！鞋匠爷爷和小精灵。从前从前，有一位善良的鞋匠老爷爷和老奶奶住在一个村子里。爷爷努力工作，可是一转眼就只剩下勉强够做一双鞋的皮革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是做皮鞋的鞋匠，做皮鞋的皮革都用完了。哎，明天要想做皮鞋，得有更多的皮革才行。哎呀，睡得真好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老爷爷大吃一惊。天哪，这么精致的皮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哇，这么漂亮的皮鞋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客人拿出很多钱买走了那双皮鞋，爷爷用那些钱买了可以做好多双鞋的皮革。明天也能做鞋了。亲爱的，你看这里。第二天早上，又有人做好了漂亮的皮鞋。天哪，又有人做好了皮鞋啊。第三天还有第四天，都有人做好了皮鞋。闪亮闪亮的皮鞋，皮鞋皮鞋，闪亮闪亮的皮鞋，这里也有。哎呦，爷爷卖掉那些皮鞋赚了很多钱。好好看的皮鞋哦。爷爷家的皮鞋好好看哦。哇，这真的是非常好看的。我自己本身也有带一两双。我在这里买鞋。可是，这到底是谁做的皮鞋呢？今晚我们别睡觉，哟吼，看看是谁做的好吗？那天晚上，爷爷和奶奶关掉灯，躲在门后等着。嘘。我们是傻精灵，啦啦啦啦啦。漂漂亮亮的装饰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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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做漂亮的皮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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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们是小精灵。哦，天快亮了，快点走吧，快点。是小精灵帮我们的呀。亲爱的，我们也准备礼物吧，圣诞节快到了。爷爷和奶奶一起精心地做了精灵的衣服和鞋子。到了晚上，精灵们又来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有小衣服。
还有正合我脚的鞋子，哇，好开心！精灵们蹦蹦跳跳地唱着歌，非常开心。看到快乐的精灵们，皮鞋店老爷爷和老奶奶也很开心。蹦蹦跳跳跳舞吧，大家一起好开心。噜啦噜啦唱歌吧，大家一起好快乐。边唱歌边跳舞，蹦蹦跳跳噜啦啦啦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，圣诞节快乐。圣诞节礼物，明天是圣诞节，德拉想给丈夫吉姆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。是不是和吉姆的金手表很配啊？吉姆有块金手表，但是表链太旧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吉姆每次看表时都会十分小心，不愿意被别人看到，那让德拉很难过。这个如果装在吉姆的金手表上一定很合适，可是钱不够啊。唉，这时候玻璃窗上照出德拉又长又亮的头发。啊，我有办法了。哇，你怎么舍得卖掉这么漂亮的头发呀？你确定真的不会后悔？嗯，哎呀，这头发多柔顺啊。哈哈哈哈，现在可以买礼物了。德拉剪掉了头发，虽然很伤心，但一想到吉姆会非常开心，他就觉得心满意足。应该很适合德拉吧。快过来，德拉。你要是知道我为你准备了什么圣诞礼物，一定会很惊讶的。你会更惊讶的。可是，德拉，你怎么戴着头巾呢？啊！天哪，你的头发怎么？我特别想送你这份礼物。德拉，你是为了买这个把头发剪掉了吗？啊，吉姆，我头发短了，你很失望吗？不不不，你误会了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永远爱你。看了这个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吃惊了。吉姆递过来的礼盒里装着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发夹，是德拉很久以前就想要的，但因为太贵，
他们一直都买不起。哦，谢谢你，我的头发会长得很快的。对了，你试一下这个金表链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啊，哎，你的手表呢？我们保管好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吧。其实，我用卖这个手表的钱买了送你的礼物。我觉得今年的圣诞节特别幸福，对吗？他们互相确认到对方的真心，度过了一个比世上任何一对夫妇都要幸福的圣诞节。得啦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们一起装饰圣诞树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挂星星吧。还有铃铛，还有蝴蝶结。装饰得漂漂亮亮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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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这是快乐的节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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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穿上漂亮的新衣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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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起欢唱圣诞颂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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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看着那燃烧的火焰，啦啦啦啦啦。高兴兴唱起歌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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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开心地跳起舞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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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祝愿大家圣诞快乐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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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哇，装饰的真漂亮。是啊，真美。到我们一起唱歌嘛。好啊好啊，旧的一年快快过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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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新的一年快快到了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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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小朋友们拉手唱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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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新年快乐大声歌唱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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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哇，吝啬的斯克鲁奇爷爷。人们幸福地期待着圣诞节的到来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大家圣诞快乐。安静点。大家都很开心，除了斯克鲁奇爷爷。哼，圣诞节又不能赚钱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？赚钱的夜晚，数钱的夜晚。那天晚上，谁呀？你好，我是展示过去的圣诞节精灵，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看。顺着小精灵的手指看过去，小时候的斯克鲁奇正在一个人看书。啊，那不是我吗？妈妈，爸爸，不要走！斯克鲁奇，斯克鲁奇，总是自己一个人。快乐圣诞节的时候，也是。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时，他也好孤单。所有人都离开了我。小时候圣诞节我总是一个人过，不要，求你不要给我看这些。斯克鲁奇哀求着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喂，哎呀，我怎么进不去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！
你又是谁啊？我吗？是展示现在的圣诞精灵，我想让你看看圣诞节的快乐和幸福。来，抓住我的衣服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斯克鲁奇和精灵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屋。虽然饭桌上没有什么大餐，但是大家一起吃着东西都很开心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，哦耶！清脆的钟声在空中响起来，耶、yeah! ！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，不怕冷，不怕冻，大家一起开心吧！哇！怎么会？他们那么穷，怎么会有这么幸福的表情呢？这就是圣诞节魔法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是谁？我是展示未来的圣诞节精灵，跟我来吧。精灵和斯克鲁奇来到某个人的葬礼现场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钱再多有什么用呢？他生前那么小气，好像谁都没来。是我死了吗？可是怎么都没有人哭呢？这个你应该更清楚，因为你太自私了。我死的好可怜，不可能！求你给我一次改变未来的机会吧。天亮了，今天是圣诞节。啊，我还活着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珍惜身边的人，和他们互相帮助。哈哈哈哈哈！圣诞快乐！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大家圣诞快乐！来来，今天晚上我要为大家开个盛大的圣诞节派对，大家都来参加吧！哈哈哈哈！是不是小气鬼啊？我听错了。大家都来参加吧！晚上，斯克鲁奇真的开了个盛大的派对。从那之后，他成为村子里最受欢迎的老爷爷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大家圣诞快乐，大家圣诞节快乐！看到所有袜子都挂在一排，最干那个是我的，一定能知道。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老爷爷，请别告诉别人我想要说什么。圣诞夜就快到了，亲爱的老爷爷，能不能告诉我带给我什么？圣诞平安夜，今天是平安夜。嘘，我们全家人都睡着了。听说今晚圣诞老人会来送礼物。弟弟写了一封信，他想要一个熊娃娃。我呢？那是秘密。弟弟好像梦见自己和糖饼干跳舞了，得快点睡着，圣诞老人才会来。怎么办？我睡不着。
对了，妈妈说闭着眼睛数羊的话就能睡着咯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啊，啊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驾驾，卢道夫，我们降落到屋顶上去吧。朋友们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怎么办？好像有人在我们家屋顶上。哎呦，哎，这个我怎么进不去呢？哎呦！有人在那里吗？是谁呀？你好，小朋友。像星星一样发亮的眼睛，炯炯有神，玫瑰色的脸颊。嘿嘿，还有雪一样的白胡子，嗯啊，红帽子和毛茸茸的衣服，是圣诞老人。嘘，小朋友，见到我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哦，你能保密吧？圣诞老人开始熟练地把礼物放到袜子里面。他圆滚滚的肚子每动一次都像水球一样晃来晃去。我看到他那个样子好不容易才忍住笑。哦吼，这是给你的礼物，应该是你想要的，早上再打开看吧。很多孩子在等着我，我该走了，嘿嘿。圣诞老人又顺着烟囱爬了上去，那个样子看起来很吃力。只有我这么觉得吗？来，快走吧，驾！雪橇在月光下咻地飞了起来。哇，再见圣诞老人。大家圣诞快乐。老人花烟囱，下下下下下下，圣诞老人花烟囱，圣诞节前夜，圣诞老人下烟囱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圣诞老人下烟囱，我被卡住了，圣诞节前夜。连指手套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鼹鼠发现了一只连指手套。太好了，我有暖和的房子了。过了一会，青蛙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。鼹鼠，我可以进去吗？
我的手脚冻僵了。当然，快进来，两个人的话会更暖和的。这次路过的兔子大声问：里面有人吗？是鼹鼠和青蛙住这里。朋友们，因为下雪，我的耳朵都冻僵了，也让我进去吧。那快进来吧。三个人的话，耳朵也会很快暖和起来的。这次狼和狐狸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是谁呀？哎呀！朋友们，我们也可以进去吗？太冷了，我的鼻子都冻僵了。快进来吧。你们没听见什么声音吗？紧接着大熊出现了。这是新造的洞吗？里面有人吗？是我们住在这里。雪下的太大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让我也进去吧。不行，你太胖了。对，还有这里已经够窄了。求求你们了，我太冷了。算了，大熊你也进来吧。六个人的话，雪下的再大也没问题。别推我。你稍微往旁边一点。我的耳朵卡住了。把你的尾巴拿开。就在这时，小老鼠来了。太冷了，太冷了，我尾巴都冻僵了。也让我进去吧。可是连指手套好像马上就要被撑爆了，所以老鼠一跳坐到了大熊的鼻子上。我坐这里就行了。因为熊打了一个喷嚏，连指手套咻的一下子飞到了天上。救命啊！圣诞快乐！每天都是圣诞节。哇，圣诞老人实现了我的心愿。哇，看我的礼物，好开心好开心。今天是12月25号，艾米期待了好久的圣诞节终于到来了。我真的好喜欢圣诞节，可是只有一天，太可惜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天太短了。每天每天圣诞节，那该多好啊！嘿，好多好多礼物，好多好多礼物，好多好多。每天每天圣诞节，那该多好啊！哇！那天晚上，艾米给圣诞节精灵奶奶写了一封信。奶奶，我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，请帮我实现愿望吧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。圣诞节不是昨天吗？为什么还在唱圣诞歌呢？你说什么啊？每天都是圣诞节啊，你看。姐姐和哥哥摇晃着新礼物给艾米看。精灵奶奶真的帮我实现愿望了，哇哦！
那天以后，因为连续的圣诞节，艾米天天吃糖果和饼干，还每天都会收到礼物。好吃好吃，好好吃哦，好棒！哇！可是，因为圣诞节连续不断，艾米和家人都腻了。齿都坏了，你看。我每天吃的太饱，都变成胖子了。每天每天圣诞节真的好烦啊，好多好多礼物，繁复的一天。每天每天圣诞节真的好烦啊。那一天晚上，精灵奶奶来找艾米。艾米，哇，精灵奶奶，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你过得好吗？不，现在看到零食和礼物，我也不开心了。我希望圣诞节快点过去。看来我们小公主学到了宝贵的教训啊。第二天，艾米起床时，已经不再是圣诞节了。哇，圣诞节过去了。姐姐、哥哥，今天是几号啊？12月26号。那现在不是圣诞节了？天啊，你怎么了？圣诞节是昨天嘛。哇，圣诞节终于结束了，太棒了。艾米笑得很开心，她觉得圣诞节还是一年只有一天最好。圣诞老人，每天每天都是圣诞节就好了，让我的愿望实现吧。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该多好啊。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该多好啊。我的礼物多，是圣诞节真的好烦啊，烦不得一天一点也没意思，又是每天都是圣诞节，再也受不了了，够了。圣诞老人，请让圣诞节结束吧。